竖画要微微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粗一点，短一点，横可以不与这个竖画相连，要稍微细。右边的竖要粗，横细竖粗。竖画先斜要垂直居中，横笔要短要细，间距不要大。四个点要分布匀称，第一个点向左微斜，中间两点相对要小，要直一点。这个点向右下方微斜，下面这个横要短一点，向上靠得紧一点，竖画居中，与上面的竖画基本对齐，墨横不要太长。注意，横笔间距基本相等，中间竖垂直，两边向中间斜，四个点相对要宽一点。